玉明，我想要问你四个问题。那是一种自我挑战的部分吧。想要挑战没有画过的主题，会不会哪一天我连我自己样子都忘记了？那为何不把它画下来呢？现在的人定力的能力越来越低，那其实还蛮不 OK 的。就是完成了之后，其实就是真的很有成就感。走近一点来看，希望你可以感觉到我那时候到底有多么的茫然吧。会继续画下去。